你想搬家吗？想啊。那，你有钱吗？想在休息。所以你现在是一边工作，然后一边带小孩吗？嗯，对。他怎么没念书？我不喜欢读书。 我想让你觉得你很特别。谁赌钱想输啊？我也很想赢啊！谁在帮忙照顾他？等来不及，明天迟到。我只会讲这种话的人怎样？